我们在海洋上看到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土地，就是感觉是还非常的渺小。嗯，对。然后在海洋，在海上的时候，我看到很多垃圾飘在上面，然后觉得很心痛，就是看到为什么海洋会被污染成这个样子。告诉其他人，宣导，或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，或是用就是先影响旁边的人，然后我可能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，让大家一起知道、了解这个议题，然后一起解释、一起想办法。